本人新闻不断。今天是比较好的。王佳佳碧谈卢靖快闪不给房，前员王三郎先赚两千万还债。王佳佳2003年爆出光碟自慰案，形象重挫。事隔19年，他前阵子自拍短片旧事重提。师傅叫我一个锅子，先放个菜头柜，然后再加冰块下去炒。名字叫做锅贵冰。对呀、啊，果然是师傅啦，厉害啦！好啦，我冰桶。陶醉当年世界相关人卢靖郭贵宾又浮上台面，卢靖更气得在脸书上发文，约定好的事为什么又吵，真的是够了，表示自己要拿中邪。不久后又删文重发，帮网友接到碰哥的电话，马上抱怨了一下，他的剧跟我没关系，叫我不要想那么多，自己也想置身事外。事隔4天，碰哥与金主林董出席与王三郎签约合作。本人新闻不断，今天是比较好的，算是好的，因为在林总裁的牵引之下，我们可以讲话来的就不好听啊，讲重金礼聘的王三郎郎哥来跟我们Marvis 不该问他，一起合作，并且等一下会跟郎哥签下一个站台的这个费用。今天公布出来，我吓一跳，说有这一天讲。如果是真的的话，那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希望大家在做个见证，我们会努力，会加油，谢谢大家。接着哥哥姐姐们原想等活动结束，跟碰狗问个仔细，没想到海林董勾到翠娜转破的那个 moment。我爱你的购物节。碰个神不知鬼不觉偷溜，闪离现场，避谈光碟案内幕。留下林董独自面对债务相关问题。他总共是1亿7千万的债务，所以上一次我们给出去的是850万。啊，那我们预定就是4月10号到15号有跟我们协商的一些债务人哦，然后我们会进行来跟他们做一个日期，我们会再提拨大概收益的5%哦，然后再来还给这些。那个碰哥的一些债务人，我们之前是付的，是我多付，帮他多付给人家，因为之前的那个收益大概是差不多4%左右，但是我帮他还掉5%，跟碰哥，以每个月，4集，每一集，25万的费用跟他做合作，但是，这2-3天我有看到这个新闻。我今天下午在这边加嘛，再加20集，总共40集，我共要支付他1000万新台币。对三郎哥这边已经表态，那我们也不能输，我们也要支持碰狗，所以我们一样是以同样的方式跟同样的金额一起支持碰狗，这样子，碰狗加油！你等一下，碰狗加油！期待跟碰狗的合作，对，上帝就要降临了。